我派人接你来黄喜休困，你给我稍等下，这要到啊。谁要来接我？我主动。你找我的家。一条围巾啊，军装啊，什么看不得是？我来忙的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你今晚往顶个车哦，驶离开这。我嘛无罪，为什么要将功赎罪了哈？将功无，你抢走我要买物件，你这就是有罪啦，去开车啦。我嘛无咧欠你，紧落车，我车在洗身去尔。你钱算我包车，你紧开车啦！我看你是去抓到足侪无礼貌的人，对不？好啊，搭着铁棒啊！嗯，我应该有放你落车啦，让你看卖什么是真正无礼貌的人。哎，叫你开车开车，你做啥？你哪个安尼哦？我着哦。着安怎？好啊，叫人来啊，听你驾驶。哎，我拜托你，你紧开车好不好？说请谢谢对不起。请你开车，谢谢你，对不起。老谢，哎，你是安怎走来黄氏酒店？谁叫你走来？我无要载你去倒位，是我要来遮，即马搞你当落车。我买，我给你2000块的车钱呢。你哦，还载我去我要去的所在。我要去哦。我唔是客人车的，我是要来遮上班，我搞啊落车啦。坐下。我不爱，除非你载我去我要去的所在。紧落车啦！你想要做啥？紧来！我不爱。紧来落车啦！哎，紧来啦！不爱。行。哎，我。哎，快点，我明天。你今晚怕什么？搞到蛋仔家是不？你也当叫客人吃，好，我要上班啦，再见啦。你出无礼，我咸无水准。哎，你 New Seven？ 什么 New Seven 啊？哎呦，新七啦！我 No Seven， 无七啦啦。
始。你拢已经到啊，是该要去倒？我了解你想要伫个遮拍你事业的基础，啊，毋过为虾米你未来计划内底拢无我？我常常拢在想，想讲你是毋是汹汹无去？我真正足惊你会无去，我真正足惊。我半暝清醒的时阵，身躯边拢无半个人，我就惊快叫你阿回去。目屎是珍珠，你的目屎变成泉州呢。我就去啊，哎，我来给你挂个。嗯，我已经没挂。等你开我办欢迎派对时阵，我再要挂。哎。我送你的礼物，你嘛要看。天气变冷啊，哎，哎，嗯，真好看。在办公室，真侪人在处处提提呢。我这不管会去互相看着咧，我要家己站啊，无整着来，拢总整倒。哎，你，你，姑姑，是你甲雷哥通风报信的对吧？当初拢是因为你救我，才让我脱离一款悲惨的命运。甚至改变我的人生，是你让我幸福，让我地位。所以这世人，我袂离任何人来做我的情人，我只要你一个。哎，是讲我妈看到你对这事实这么要紧，伊是啥物特别啊？其实嘛，无啥物特别啦。我这个客囝是我之前一个大哥的后生，才拄我结婚。啊，这个大哥是台湾永世集团的总裁，地位真高。啊，即摆回来台湾嘛，想要开创家己新的事业，需要人脉。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开展一个关系，啊，应该就是专工去甲因搬暖的嘛。那你后早你还没搬暖的时阵，带我去。伊做客囝，总先熟悉一下伊的干妈，对吧？只是讲伊这个干妈伤水啊。虽然讲我这个客囝已经结婚啊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会惊伊看到你，伊嘛可能是会对你动心。所以我只有把你藏伫个厝的。我烦恼你也是一出门，啊，外边一个有翁的太太，伊嘛是会烦恼因翁看到你。可能是会变心，因的婚姻就会发生危险嘛。嘴真甜吼，就干那你哦，会对我讲一款话。嘛只有我，会当对你讲这话。任何人敢对你安尼讲，我就绝对让伊这世人永远拢无多开嘴。因为我刚才想你一个人的。
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你拢唔知影，你无伫我身躯边，我就敢若伫外太空共款，拢无法度安定落来。即马，我总算去甲我的世界蓝调调啊。金华，你较早入去休困嘞？只要给我倒在你的身躯边就好啊，就看安尼就好啊。我要什么？我要什么？